原来我们现在还到美国，它这有一个叫做北方边缘23第二阶段的联合演习，说我们也去当地去参加了这个联合演习。哇，这个好像感觉这种演习这种合作是越来越升级跟广泛了，杨明。这个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防部哦，在蔡政府的领导之下，这样的状况会越来越多啦。为什么？因为这个叫挟美制中啦，哦，才能够跟这个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动态去抗衡哦。那其实你要知道，像我之前跟一位这个学者聊天的时候，因为他是长期在美国的，那他就说，其实美国很多国会议员哦，居然他们是主张把我们的国军拉到美国国境内去训练，是，所以这变成说，当美国的主流民意、主流的想法是这个逻辑的时候，这个像这种事情就会常态性的发生。是，那伯琉本来就是所谓这个在所谓太平洋岛国里面本来就是亲美，亲美的，本来就是亲美了。那当今天哦，变得好像你知道有点像是伯琉想要跟美国争取一套哦这个爱国者飞弹，然后呢，中华民国去基于协助的理由，我们是去帮友邦哦，可是呢又用这个逻辑哦，加入了美国的联合的军演这样的一个概念。我看到这个里面还提到说是用美军的装备，但我们要自己付那个实弹的费用。当然，这个只是说我觉得不管今天怎么去分配或怎么样。我们能够参加，我跟你讲，我们国防部还觉得立了大功啦。他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们能够争取到参与跟美国或者是我们的友邦能够有军事交流合作，他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但我觉得关键还是这件以这个事件来讲你看为什么是伯琉总统证实，而我们的国防部其实是相对低调。对，在公开性质上面，第一个这牵扯到这个所谓的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的关系。那第二个是对友邦来讲，他就是要打大声，伯琉他要大声讲，因为他要争取东西，他要跟美国去争取。可是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变得有点像小媳妇，去我们变得好像这个角色，奇怪，那到底你去干嘛？你只是去帮忙哦，还要自掏腰包哦，还要怎么样的啊？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整体国防安全的考量，就是全部100%的筹码压在美国身上。是。变成说，台湾有事，我拜托你美国让我们不要有事。是啊，不会说哪一国到底有没有事，我们没有办法保证，但是我拜托美国，希望你不要让我们有事。这就变成说，你已经把这个筹码全部压过去。那我再补充一下，其实我记得之前我也在头台我开讲里面讲过，大家还记得7月份的时候，是那时候就是美国国会就通过那个什么什么国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有没有？对，那个联合国大会什么决议2758号什么决议文怎么样，不涉台湾什么的，好。请问这一次美国官方有没有在联合国大会帮台湾讲过一句话？官方当然是没有了。对啊，所以嘛，对，就是我说，你今天美国国会通过这法案又如何呢？对啊，美国官方还是不会讲。然后呢，结果他刚刚提到这个海地的这个状况你知道我们的中央社我们的外交部说海地用间接方式支声援嘛。我们的国家通讯社的报纸说，海地教廷未替常年遭联合国体系排除在外的台湾抱不平我们的国家通讯社不听话啦是不是这次中央社可能又要发校正公电了所以呢，我说外交部不要把这种宣传，大家耳朵，大家都耳朵，大家都知道他我们这个友邦的代表到底讲了什么内容，他有没有声援，这是一清二楚的，不需要把他再去扭曲，然后呢说，哎呀，有啦，他其实有听我们啦，不需要。是好，不过现在呢，你看真的都要只是跟美国来合作，但是现在呢，你说刚刚这个杨明在讲，到底是我们要低调还是不要低调，要张扬还是不要张扬，其实常常都是要看美国的意思。美国要你拉高分贝，你就要拉高分贝；美国要你讲，你就讲；叫你闭嘴的时候，你民进党是不是也乖乖的闷不吭声呢？好，但是呢，其实我要请教一下淑慧，我们其实也要放眼到对岸去，其实台湾不是没有其他的选择为什么一定要讲的都是剑拔弩张，好像跟大陆就是一定非打不可呢？今天其实在台湾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民间基层，大家其实对于大陆有很多是不认识不了解，那但是呢，你说关不关注，其实也是关注的。比方说像我们看到有网络温度计，它是透过大数据去统计，然后就看到呢，其实中国影响台湾经济五大热门问题，台湾人是有关注的，包括有哪一些，我们
们看到呢，排第一的就是所谓的贸易依赖，另外第二的就是旅游业，第三就是对于两岸关系的关注，以及第四是集体供应链，再来就是第五就是大陆的房市波动。其实现在对于大陆的经济面的部分，大家可能对于大陆的房地产的表现好或不好，可能台湾人比较相对无感，反正我也没有房产在那边啊，可能比较相对无感。可是所谓的贸易依存，就是大陆的经济不好，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台湾啦？这点是很关心的。还有就是我一直常常在节目里面讲的观光旅游服务业，这些其实都跟其他的消费业都有关系。那么大陆的民众来到台湾消费的越多，其实很多台湾的基层民众是感到开心的。当然也常常可能看到有一些报道说啊，不要有太多的陆客，可是事实上那是什么？那是少数，其实多数大家还是希望能够互相的能够带动经济跟来往。那么陆委会那当然啦，现在就说哎，你看哦，今年的上半年两岸贸易额大陆从台湾进口等都有减少，为什么？他的解读就是因为大陆的经济复苏放慢了，两岸的贸易活动在降温了。可是呢，大陆国台办的说法却是两岸贸易额虽然跟去年同期相比是下降的，但是金额还是保持较大的规模，所以两岸的经贸有强大的内生动力。任何要想唱衰大陆经济、企图脱钩断链的言行，别有用心，甚至告诉你是徒劳无效的。台湾人会怎么看呢？好，请教淑慧。我觉得还先从那个刚刚那个 CPTPP 来谈起哈。民进党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我们要分散到其他的篮子。但是坦白说了，执政了七年，大家还没看到其他的篮子在哪里。CPTPP 当然说这个民进党一直想加入，加入了以后就我有更多的经贸伙伴，所以我就可以不要那么依存大陆。但是刚刚这个介大使也说了 ，CPTPP 第一个你要十二个会员国全数同意，所以你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跟他谈条件，到最后是你谈到我拿到什么，还是你要一直让东西？请问一下，人家已经是会员国了，你要我同意，我怎么可能再让利给你？一定是你让利给我啊，台湾让利给这些会员国，然后我再看看你让的多不多啊，我爽不爽，我才要不要投下这个同意票嘛。所以我们其实越晚加入，我们变得非常的被动。你越晚加入，就代表说你要满足的国家越多。所以当你加入了以后，是不是还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条件跟利基？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哦。尤其是如果你的前提是我非加入不可，即便上权入国我也要加入，因为这是我的政绩，就像我们对美国一样，当你把这个放在上位概念，譬如说我一定要非核不可，哪怕能源再贵，哪怕能源再不稳，我都一定要非核，不惜成本的非核。同样的，你如果要不惜成本的加入 CPTPP 的话，我告诉大家不一定加入会比较好哦。如果说签这些协定都比较好的话，那民进党当年在反对什么服贸货贸呢？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哈，我们一直说，要降低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对，是有降低了哈。民进党政府在今年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财政部最近公布一个最新出口统计，我告诉大家，财政部仿佛是把它当作政绩一样的公布，他说我们八月份对中国与香港的占总出口额只剩下 34.7%， 过去平均十年是40%，就说你看我们现在对贸易依存度降低了，降低了 5.3 嘛，对不对？ 5.3 嘛， 34.7 变成40。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台湾整体的出口连续12黑，连续12黑，今年整年1到8月较去年的年减7.3%，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个数字非常接近？我们年减的就是对大陆降低的出口额，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民进党没有能力找到其他的市场来替代，对不对？要不然如果你对大陆的出口额降低，你如果台湾还是维持这么高的话，那代表说耶，我不用依靠你，你看我没有你我还是这么高，结果我没有你了以后我掉得更低，那就代表你没有能力找到其他的市场来取代，这是一个很现实，而且数据就是可以拿出来看嘛。如果说我们减少对大陆出口，可是却增加对美国的出口，而且是增加的幅度是可以 cover 的，那好棒棒，那好棒棒。但是数据是可以说话的啊，连这个之前那个辉达的嘛，这个黄仁勋都说这个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晶片可以不要在台湾制造，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放弃大陆的市场，这是全世界很多国家甚至很多跨国企业的共同的想法。那讲到观光旅游业，这一点我刚好特别熟悉，是因为我以前在台北市的在观船局服务，我们历年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标案，就是调查各国的观光客。第一个我告诉大家，当年现在我不知道，陆客的消费力是最高的，比日本还高。你不要以为是日本最高的，没有，是陆客最高。陆客平均一个人可以花到$250一天，一天$250，而日本大概是$230。好，这是第一个。好，你说差一点点而已，但是哪一国的观光客对台湾的观光产业比较好呢？我告诉大家，陆客。为什么？因为我们还去分析了日本的观光客来到台湾。$230，七成都花在住宿，他会住得很好，但他不会去买欧米亚给。对，大陆刚好相反，他七成都花在吃小吃跟欧米亚给。所以到底谁才能够造福更多的观光产业链？那这个就很清楚。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2-3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